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浩浩。今天是四月二号，昨天四月一号呢，浩放频道上了三支影片。我们办公室的三位小伙伴呢，一直看不到我，太忙。那不然我们就代替浩浩来经营浩放频道好了。于是他们就上了三支自己的影片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愚人节看到那三支影片的感想是怎么样。其实我还没有看过那三支影片，我想要把我第一次看到的那个感动。是感动吗？留到今天一次爆发，有点像是以前大学那种通识课什么的这种期末报告。哦，好紧张哦！今天要准备一个签筒，我们要开始来抽签，看谁要第一支被大家来看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来拍我对这三支影片的 reaction 怎么样？第一支影片。这支影片呢，我刚好像有稍微打听一下，那不然我看完我再来跟大家分享。这支影片的标题呢，我是念不太出来，他好像要怎么念 ？Naruto Shiruto， 然后 cover by 我。这是 cover 影片哦，哇！而且他这一支影片的那个画面的比例还调成电影比例哦。哦，哈尔大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你在行刑之前，好耻啊！哦，只是因为很耻。你很妈妈的梗图。哦，对，耳朵都红了。我就是录完 cover， 然后你要蠢吗？对 ，no。Let's go。去哪里租的景？哎，你很认真哎。我靠，没想这一点，靠背啊！好教师，教师。我为什么会流手汗？奇怪。哦，而且对嘴戴口罩是蛮好对嘴的。是。发现什么？冥婚，辞职信，谁的辞职信？是剪辑师的辞职信吗？剪辑师说我不想剪了。谢谢唐老大，我看到唐老大那个跑步，我就想到那个，就是浩哥我的年终呢？聊一下这一部好，你花了多久拍啊？不是你花了多久拍，你们花了多久拍啊？很明显是有摄影师吧？一个下午跟一个早上跟一个晚上这样，可能两天。哇，那个黑色呢？都是黑色的那个景跟那个灯呢？神秘的地下室吗？是神秘的地下室吗？是某人的公司哦。那你那个背景音乐去哪里找的、啊？找到一个音源，他说欢迎使用。那你花了多久录？我大概录了一个晚上，一直说卡掉，因为太难听了。对，那个音轨大概有九轨。可以，我觉得 OK 啦。我一开始是笑不行。啊，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喜不喜欢这一支卡板？如果你喜欢呢，在下面留言，然后敲完，或许就有第二支哦。没有，不知道啊，因为剪辑师要离职了。靠！剪辑师离职了。这时候拍到一半下大雨，所以头发才湿湿的。我不是被洗。不是，我也洗，气死。油光啊！谢谢唐老大啊！第一支就这么精彩，好期待。我们欢迎第二位同学，我们的。卡卡同学，哦，卡卡，看这个标题呢，可能跟算命有关系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哎，有三分多钟哎，好来，好可爱，好无脸啊，
现在这个景吗？不是，这是小房间。小房间。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欢迎来到我的神尊塔罗。前几天，浩哥突然跟我们宣布他无心经营频道，希望由浩放工作室的大家来继承他的遗志。但当我们问他原因的时候，他只是说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占卜一下，为什么浩哥无心经营频道了呢？首先来抽我们的第一张牌。好，第一张牌是我们的好人卡。这张牌正位的解释是贵人相助，但今天它是逆位，表示贵人的离开。那跟浩哥关联？不知道了。这贵人，你很有心哎。蓝一鸣逆位，特效浩哥解惑，他抓氛围。我失去蓝一鸣的浩哥，不是又一个愚人节的影片吗？大家太有心，看到频道未来了。没错，这一幕就是浩哥退隐的真相。好，接下来这一张牌是无底陷坑。首先，这是一张游戏王卡的陷阱牌，游戏陷阱，表示这是跟游戏有关的陷阱。再来，我们从字面上的解释来看，无底陷坑表示这个陷阱不仅跟游戏有关，还会让人无法自拔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浩哥最近沉迷于阿尔宙斯，每天抓宝抓到半夜两点还不睡觉。一心只想要成为宝可梦大师，才会荒废正业，人生退役。没错，这一幕就是浩哥退隐的真相。接下来这张牌是我们的鸡牌，因为这张牌比较难解释，所以我需要更深入的。这是你昨天的加菜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之前浩哥拍海宁跟幸运啤酒的时候，买了500块钱的租金，根本就是已经达到财富自由的境界。现在想必也是无心业配吧？没错，这就是浩哥退隐的真相。接下来这一张牌是记忆，难道这是浩哥离开前最后记忆吗？没有心哎。啊，里面居然是勒索病毒，而且还要付费才能解锁。浩哥的记忆卡会中勒索病毒，一定是因为平常接太多业配，导致大脑产生了没有钱就没有灵感的直觉反应，找不回初衷的他只好放弃经营频道。没错，这一定就是浩哥退隐的真相。我觉得很有心哎，这个卡卡，奇怪，浩哥不做原因跟他有关系吗？底下还有个播放键，我们来放放看好了。卡卡真实的身份是杰厄塔罗师，他想要沾点频道，所以拜我。好像只是一些杂讯而已。我知道了，浩哥为了让浩放的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，于是选择退出频道。没错，这一定就是浩哥退隐的真相。浩哥舍己为人的情操实在太令人感动。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，会成为一名顶尖的塔罗师的。综合以上的塔罗占卜，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为什么浩哥不继续经营频道的原因。虽然很遗憾，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带给我们的欢笑。那今天的占卜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尴尬！我到底占卜了什么？哎，你很有心哎，哎，你花了多久拍啊？就一个晚上。一个晚上。凌晨一点多。哦，厉害！那剪呢？你应该也花两三天吧？前天好像剪到四点，好屌！我发现大家知道要把自己的作品就是放上台，大家都很拼哎。没有在跟你们没有压力哦，没有压力。对，因为像团体报告，大家就贡献一点，贡献一点心力这样。那如果发现今天完蛋，报告没人帮你做。跟大家说一个小八卦啦，就是卡卡平常的每一餐都是2双主菜。没有。是吗？他有大事吗？是。哇，谢谢谢谢卡卡。无脸男可以欢迎东。哎，可以年终加个奖金。那最后呢，就只剩阿中啦，10种你不知道的腊肠冷知识。你不可不知道的腊肠知识。你知道腊肠可以分成短毛、刚毛、长毛3种类型吗？根据它们的体型，还可以再分成迷你型跟标准型。腊肠虽然体型小，但生性勇敢，会挑战身形比它们大很多的动物哦。腊肠不仅是可以养在家里的忠实伴侣犬，也是一个很称职的看门犬哦。你绝对不知道的腊肠知识2：科学研究显示，狗狗会因为主人拥有另一半之后，平均开心程度提高67%，尤其是腊肠狗，在看到主人。性
幸福洋溢的时候，会影响体内的激素分泌。这种腊肠狗才有的激素，可以促进腊肠的身心健康以及体态的发展哦。你不可能会知道的腊肠知识。三，你知道腊肠除了饲料之外，还可以吃生食吗？其实狗狗吃经过完善处理的生食，并不会生病哦，反而会增强体质，增加肌肉哦。来啦啦，然后来吃笨笨啦，要人家吹哎、欸，快点啦！来啦，快点啦，赶快来吃啦，不然饿吗？要不是为了拍什么腊肠知识，我才不会用嘞、欸。皮肠知识什么？兰兰。兰兰。我干，怎么又停电了？台湾是不是要完蛋了？整天都在停电了，蛋，真麻烦呢、欸。你信仰不足，不是？好意思哦、小心，不要乱讲。兰兰。兰兰。哦，可怕。什么？去看这个电影，看起来很屌哎、欸！听说是真实事件改编哦。要不要继续看？不要啦，我怕这种鬼东西。走啦，你上次还不是带女朋友去看？啊，不一样啊，他不怕，啊、我一个人不怕啊。走啦，真的啦，哎呦，那走过阵，走过去啊。走啦，啊，真的怕，我不会怕的。不要。什么？好屌。兰兰，你到底哪里啦？赶快出来吃饭吧，兰兰。兰兰，你在哪里啦？人到了，兰兰。哦，兰兰，你在哪里啦？赶快出来哦，我要生气喽。兰兰啊，赶快出来！啊！干，不要吹，还在变声啦！还在变什么意思？还在变人呢、哦？是吗？是吗？对啊！拉长狗的腿多长，右腿就多长。拍完了，我一直在拍他吃东西。又要吃？那什么？番茄你吃你吃。我们刚刚才吃那个，我刚刚才吃麦当劳。对啊。吃点水果。啊，可爱可爱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一部很有心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好屌哦。阿中，你拍多久啊？两个晚上。但听说阿中剪到彻夜未眠，那一天剪到还没睡。好想跟吴国珍去看电影。所以这一幕的意思就是说，想到对，是想到他之前的对话这样。哇，好强哦、喔！好强哦、喔！我是不是可以真的退休啦？汤放、中放、咖放，我现在肚子好痛。好厉害，哎、欸，好厉害哦、喔，真的哎、欸。那观众朋友们呢？不知道大家。哪一部印象最深刻？我觉得有三部印象都蛮深刻的，都蛮厉害的。哇，好棒，后续有人了，可以的。我知道大家是真的辛苦了，这一个礼拜，其实也大概也都知道大家在偷偷在干什么啦，就知道这些奇怪办公室的灯怎么还没关，就知道说有人应该还在办公室，辛苦了各位。我现在一个来问大家的心得感想，好耶。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做 cover， 其实很厉害，因为那个声音你要去调。然后你又不能爆音，因为我有几次就爆音，然后就很难听，就是听起来很不舒服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看那些人到底怎么做到的，就是唱起来哦，我觉得好难哦。然后那个色调也，我很喜欢日系的。哦，指定的啊，就有人帮你弄这样。对。哦、好想离职，觉得做 cover 的都好强、哦。respect， 我觉得题材真的很难想。题材，因为其实我有拍。
前面先拍一个别的，对，他有点像是把一个东西胡说八道的别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真的要拍的好笑又不尴尬很难，我觉得很难，就是所以我才决定换成这个，想一个题材、啊，就是我有给我朋友看，对，然后。就是他们看了前三十秒就开始狂笑，因为他们都觉得说，干你平常讲话都不这样。对，影片里面的卡卡跟真实世界的卡卡是完全不一样。一樣就我认知的卡卡讲话很慢。嗯，浩哥，他会傻笑。对，今天我们要拍，要带灯吗？然后只要他叫了，就是有事情发生。对啊。就可能卡卡一个人在厨房或一个人在客厅，就好像是有事情发生的。对，不要这样。啊，浩哥，拍谁？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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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平常是真的有在算塔罗？没有，没有。但你会喜欢看那些东西，喜欢看那些卡罗影片。很常看。哦，卡卡是一个标准的算命粉啦，星座啊，命盘啊，小迷妹，对，就是塔罗都有涉猎啦。阿中的本身就是有一只小腊肠狗狗，叫蓝蓝，很可爱，有时候会来工作室。那阿中自从交了女友之后，蓝蓝也在变，蓝蓝在变，对，在变，蓝还在变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愚人节企划，赶快笑死！不要，不要。希望大家愚人节的影片看得开心。好了，那会不会有那个 cover 第二集？塔罗牌第二集跟辣肠冷知识的第二集呢，明天再说，好吧，再说，或者哪天我被消失了，就有第二集了，好不好？大家愚人节快乐，啵啵。